各位校员，大家请起立。今日大家请坐。不好意思，刚刚在高速公路上稍微塞车哈。啊，主角谢谢，郭老师哈，替我先暂代一下。既然迟到我就罚大家一个作业，不是罚我自己，没有关系。现在大家手边有纸不？有哈，你找一面干净的白白的纸，这 bonus 啦，因为过去的话我们要这一堂课做这啦哈，啊，因为迟到就给你们一个 bonus， 拿一张白纸出来哈，然后我说一个动作，另做几个动作哈。试试看，被抓啊！一个笔。有人没白纸的吗？可以举手一下。来，举手，有人会供应你们白纸啊？有人这边有两个、三个，被抓一张就好，好、哦，来，白纸一张。要画。不用撕下来，在上面画就好了，当作你们的笔记。让我吧。来，这样能给。好，都有了哈，笔都在手上了哈。来，照我的 instruction 哈，我的指示哈，做动作就好了啊，不要问，都不用问，就你所认知，我给你的 instruction， 给你的指示是什么，你画。好，先画一个圆圈圈，在你的白纸上面哦，自由的画一个圈圈。别抓定格，我姐，别看别人，你画自己的。完全看自己，不要看别人哦。我一看就知道有没有看别人哦。画一个圈圈，画了吗？一个圈圈哈、哦。画完圈圈了以后，圈圈的其中一边哈、哦，给了一个梯形。梯形，不能问哦，不要问。我讲了已经很清楚。圆圈圈的边 attach 连着一个梯形，梯形的边边再画一个长方形。哎，你不别跳，好好来，梯形的旁边，不要看旁边的人哦，你们自己的想法都跟别人不一样。梯形的边边再放一个长方形。画好了哈，来，长方形的里面再放一个细长的长方形，细长的长方形把它分成四格，好，然后刚刚那个大圆圈圈哈，中间画一个小圈圈，小圈圈的旁边。连续画四个或三个，四个好了，四个水滴状的东西啊，水滴状的弧形啊，不啊，以前没关系，关形状，画四个，一二三四，沿着一个圆圈圈、小圈圈的外面画四个，连上去。然后刚才那个梯形，不要去问别人，都不要去问别人。我讲了，你就照你刚才听到我的去，它没有对错，所以一定要照自己的想法，不要受人家影响。哦，小刚刚画的大圆圈圈里面画一个小圈圈，小圈圈边要画四个，那不外形状哎，像或者像泪滴一样的形状东西从那个圈圈跑出来，然后梯形的外面拉一条线。梯形的另外一侧没有连到的一侧画一个线，
线的尾端画一个半圆形。待会儿手机大家请都关起来哈，关静音，好吧？啊，待会儿手机就关静音。然后半圆形的半圆形有一个直线的部分哈，加两个长条的长方形，小的长方形，画完了吗？尾料呗，可以哈，我来看哦，我来看哦，我下来看哦。好，很好，看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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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哼，有，很好，非常好。来，大家又看下恁画是啥物件？我叫恁画是啥物件？哎，不错啊，好，来继续。来，谁可以猜出来我叫你们画的是什么？有意思，来，我都有在看，很好，有些画的很有创意哦。有啊，我都有看，很好，猜猜看，我叫你们画什么？我叫你们一下，有没有人猜得出来？好，我要公布答案，但是这没有所谓对错哈，我给你讲。来，我画的是一个电风扇，好不好玩？好不好玩？他跨林宾馆，我一下。好，我画的是一个电风扇，没有错啊，照 instruction 呢、啊，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有意思哈、哦！我跟你讲哈、哦，我在企业上课，当那个企管顾问的时候，我其中一个作业就做这个，因为他们在研发新的产品的时候，发觉他们创意受到限制，他们的创意受到限制。比如说，叫你设计洗衣机，阿里都讲了，洗衣机基本型就一直这样画，变化不了。果汁机就像果汁机，烤箱就是烤箱。他们一直在想说，怎么样会有新的创意出来？跑不出来啊！为什么跑不出来？因为你受到过去对某些东西的刻板的印象，对吧？你的教育影响了你对于，你看你们电风扇现在多有创意啊！啊，是不是？你们画，哎，这电风扇真的，你们有，我刚才看了有些人真的以后你们画的东西可以当电风扇哦，而且是新一代的电风扇。我这个还是其中一个作业，其他作业我是说，直升飞机加烤箱要怎么设计？直升飞机加一个烤箱怎么设计？我会把不同的产品做组合。哎，这个跟我过去的艺术入门课都不一样哦。你们画了以后，我跟你们讲哈，也就是说我同样的叙述，同样一件事情，但是我基本上是让你创意的部分，可是在这样法理的时候不要创意。也是点都拜行为哦，你截至目前为止上的课哈，都是一个 step by step 哈。我现在只让你跳出去再回来哈。我告诉你们，台湾人在叫你真的有创意的时候没有创意，叫你不应该有创意的时候创意一大堆。阿拉贡，该有创意的时候，比如说叫你去天马行空画画，会不会出来弄个套公式？啊，法理这种东西不能有创意的，你就天马行空去给他加一大堆。想了一堆很奇怪的东西出来，点豆拜哦，你走的是跟世界的潮流是颠倒的方向哦，很奇怪哦。所以什么叫做主流？什么叫非主流？在做创意思考的时候是会用到这一块，但是你只有在特定的时候用到啊。你不是说的是妈妈照顾小孩子需不需要有创意？要，但是有一些固定的事情不要有创意，因为小孩子会 confuse 掉。比如说喂奶就是喂奶嘛，你要不要时间上有创意？突然半夜两点，对不对？不能这样子嘛，你要让小孩子慢慢进入一个固定吃饭的时间嘛，对小孩子好。但是你在这上面玩创意的话就不行。可是跟小孩子玩的时候，你需要有创意啊，刺激他大脑去想不同的东西 ，selective 选择性的有创意。好，那我现在讲，民政府这个法理是不需要有创意。因为是法律的东西，是原则性的东西。你要有创意，除非你是科学家，你要去推翻这个东西，再去想。但是这法理应用在每个身上，你怎么跟人家讲这可以有创意？啊，像我是有创意的，告诉你们怎么样来接受法理这个硬的东西。我用不同的角度告诉你一个真实不变的东西。人是有创意，可是在
好的事情上有创意好，在坏的事情上不需要太多创意。哦，我刚才讲了很多种嘛，在不该有创意的地方不要有创意，该有创意的地方尽量的发挥你的创意。我举个例子，欸，这个是我之前那个谁讲，我们以前有个黄小姐在民政府里面，她是一个老人，她住在加州的老人公寓里面。那这个老人公寓甚至有一点水准啊，所以他们那个老人公寓有餐厅，有音乐厅，有什么不同的功能啊。后来因为中国的移民越来越多，有些带着钱来那边也住在老人公寓里面啊。我们这个黄小姐在看电视的时候，她一堆白人，大部分是白人啊，偶尔一些亚洲人，主要是白人，因为那个公寓蛮贵的。然后她坐在那边看电视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刚来的那个中国的移民来的，他把他爸妈送到那个公寓去住，就他爸妈就提起来挖工，提起箱地，开始招来客厅吃饭，人家看电视的地方他就坐在那边吃。啊，其他人就想说，怎么会这样子哦？就拍惯了哦，没有尬戏，你知道吧？那他因为皮肤颜色很接近嘛，人家想说，他就很不想跟他一样，然后跟他一样哦，都改工。哎，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很丢脸哎。说啊，结果你知道那个中国的那个阿伯啊，回他一句 啊，这里也没有写说不能在这边吃饭啊。你有没有听过？你说这个房间里面有没有写说不准在这边吃饭呢？对吧？啊，这个嘟嘟登记嘛，阿姨怎么样？对吧？我们这黄小姐很聪明哦。你说啊，你怎么不去本寿？本寿宾馆有没有写说不能在这边吃饭啊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这马上就把肚都登起来嘛，最厉害嘛，台湾人这边没输赢嘛，哈，厉害哈，厕所也没有写不能在那边，你怎么不到厕所去吃饭？我怎么跑来这边吃饭？吃饭地方有饭厅嘛，所以他创意用错地方嘛，可以本事啊，又可以看电视，又可以吃东西啊，可是拍尬戏嘛，就是习惯不好嘛，吃饭有吃饭地方，看电视有看电视地方，咱台湾的厝哦，拢难做伙啊。啊，我嘛旁来客厅吃饭，啊，客厅看电视，那是 living room， 家人住在一起的。客厅是跟客人 guest 在一起，是不放电视，你知道？我拍谁哦？这大家在家里都是这样，我知啦。但是最好的情况在外国是说，客厅是 guest room， 是大家讨论事情，那他就摆一些沙发椅，漂亮的沙发椅，就是一个单纯就是 guest room， 然后 living room 就是全家人在那边看电视啊 ，enjoy entertainment 的地方。那是不会对外开放的，客人请来没有跑到人家家里的 living room 的，通常是客厅。啊，撸中产阶级往上黑，勒手撸高，对吧？哎，改起功能就开始划分嘛，不同功能有不同的地方嘛。啊，越没有 develop 的地方，就是全部都在一起嘛。你越到亚马逊河，你去看了。他是把房子盖高，他是功能性，可是一进去全部都在一起嘛。本寿马爹家人啊，就是同样一个空间的，里面要划分位置嘛。以前印第安的那个帐篷也是啊，全家人就住在那里面啊，弄懒社会嘛。到蒙古包也都是这样子嘛。那后来慢慢就讲究了嘛，不同的房间，每一个人还有 private 哦，私人的东西。啊，咱台湾今麦得 upgrade 哦，啊本来是 upgrade 哦，今麦被 downgrade。本来有台积本地沟通地料，咱本来是很落后的部落形式的人，慢慢给我教育。台湾较早台北市有卫生下水道，你知道卫生下水道跟那个不一样哦。自来水，我迄刚好我在塞车经过复兴北路呀，有人迄煮迄个牛肉面的人吼，都甲汤倒诶沟仔内底。我当场我就很生气啊，但是不知道要讲什么。那个是下雨的雨水在流的地方，啊，你哪敢这块门给它倒在水沟里面怎么样？发臭对不对？卫生有卫生下水道嘛，虽然基本上昏溃嘛，你们还是有人根本都不知道有这件事情。水沟也袂使等垃圾门给了给，那是雨水要流的时候才。所以你去日本看的时候，它的。河道是干净的嘛？你去瑞士看不会生虫啦，因为只有雨水在那边流动嘛。
无人倒迄有诶无去水沟内底啦，因为不能往里面丢东西啦。那另外有个卫生下水，你就必须要有 food process， 你把那个食物搅碎了，去通过那个再跟粪便一起排掉，要另外一个污水处理厂才能排到大海里面。大家好像第一次听到我讲这个是吧？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 common sense 哦，未来台湾应该有这概念哦。现在都让我们给我们嘎嘎边来，为什么这个对你们来讲这么新奇？他在台湾是安尼呢，过去的台湾是安尼的教育呢，有勒索有特殊呢，排队是排好，人跟人之间是有距离的，不是原来勤苦来亏。我登来台湾第一个不习惯就是我排队，人家后面给你上呢。辛苦给他靠到我身上，我就不舒服呢。我说为什么要跟你这样？哎，卡头前呢？我说你嘛没给我傻，就人跟人之间是安尼呢，弄来阿爸来修个浪姐康狼的几百呢，就袂得没有特殊呢，没有教养啊。啊，台湾人当时变安尼，卡早有呢，卡早我来讲吼，我爸爸85岁了哈，我妈妈超80岁，贵姓啊？但是伊讲卡早日本在车站里面吼，不排队的吼。规个台北车站，共一个人呢，一个警察来摕一支，拿一根棍子，这样就好了。啊，伊不排队，就讲落去啊。乖乖乖呢，一人关几啊千人呢，就是规矩嘛。啊，台湾人就当时叫中国啊，加到边那去啊。我讲的好像对你们讲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啊，不是啦，咱北部去台东是安尼啦，都很有规矩啦，不会把拖鞋穿上街啦。有差价啦，哦，另外一个 set 不会把内衣裤穿出去啦，哦，不会把内裤外穿啦，虽然那是流行的哈，那是超人的衣服哈，不是啦，那是创意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但是我讲说这是台湾人的规矩啊。好，我们先看我的凤梨吧，这是入门课嘛哈，是不是入门课？艺术入门嘛哈，来，有上过我的课请举手。啊，怎么那么多？请放下。哎，这是入门课，干不去？还是高级班？哎，好，啊，没有上过的请举手。哇，好，哎，可以，好，那我就讲。啊，知道的人就尊嘟吼。来，这里讲。往来哦，大家在往来。啊，我是画画老师，哦，所以刚才叫你们画画。啊，我有一堂课叫做创意思考。哦，是跳跃性思考，就是你看到红来，你把凤梨画下来。但是你画的第一个是一个，就是直接观察记录啊。第二个根据第一个画的做跳跃性思考，把它转换成另外一个东西啊。第三个根据第二个画出来，再转换成第三个东西，有没有跟上？有对有掉，我讲的物件嘛。如果跟上的话哈，因为我刚才那个课已经让你们有点 stimulation， 有点刺激了哈。所以，来，请下一张，来放大一点，倒边，嘿，对，好啦，这个是一个，先介绍他背景，他是一个学龄前的孩子，就是没有接受过我们的知识化教育、罐头教育之前的小孩子，父母亲把他送来我这边上课，那我就教他做创意思考，创意思考第一个就画凤梨，他里面画了好几个凤梨。请问你的这里面大概有几个凤梨？贵点，又挂麦，一个的举手，两个的举手，三个的，看到三条诶，加手，四个的，啊，看到五个的，五个以上的有没有？看到五个以上，好，够好，五个以上，请讲哪五个？至少讲五个以上。五个以上凤梨哦，红来哦，五个以上哦。好啦，我就节省一点时间。这是陶杰的凤梨啦齁，因为他学龄前不太会画，是画这个凤梨啊，这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。然后当然他有考虑到像太阳嘛齁，啊，太阳怎么变成凤梨，怎么看能变像太阳啊？凤梨怎么变太阳？你要知道他的头脑啊，颜色，凤梨那太阳颜色，太阳上面颜色。太阳是所有颜色都在太阳里面哦，所以你用分光镜跑出七个颜色哦，干不起。会有为什么有彩虹？太阳的颜色嘛，对不对？经过分光，对不对？不同的角度折射，跑出七彩虹嘛。
我不讲那么深了哈。这个是一个了哈，啊，这一个又是一个。基本上你凤梨哈，规条啊，你俩对丁管看怎么样？好不好？你从上面往下看，是不是就这样子？发散型的东西，叶桃啊，都加一条红来给我打来看。来，刚才那个前一个凤梨给他们看一下，有没有？哎、啊，你凤梨不是只有这样看啊？凤梨从上面往下看就变成刚才那个样子嘛。来，跳回刚才那个。对啊，所以他把那个唱场的这变成太阳头嘛，对。然后他又跳成这个是什么东西？下一个什么时？哎，有人讲啊，谁讲的？刚才讲时钟是谁讲的？啊，不错，好，啊，不错，不错，时钟。啊，但是他写时钟上面有没有写数字？有嘛？哈，多少个？啊？贵耶，啊，为什么大家会笑？因为写27的呀，因为他学零钱，不要怪他，啊，他不晓得一天27个小时，他不晓得一天是30个小时。我是把它当三小时用了，24小时了，那他把它写成27了 ，OK 了，这可以接受。啊，这里唱场 A B 呢，变成指针嘛，啊，指针应该有几个？有的人三个嘛，对，秒针嘛，哈，时针、分针、秒针嘛，哈，啊，他给超过了嘛，啊。但是你们解读这样又不对哦，因为它有深有浅哦，表示什么？它在动，对，蛮有意思嘛哈，在动，哎，它不是在跟你讲有几根时针，我跳不？有没有很聪明？他的观点换了嘛哈，他，啊，后来画到一半的时候，他跟老师说：“老师，我要一把尺，丘啦，这个丘。”啊，照理说，哎，他在凤梨台地刚好直线呢，都要用个丘，哦，但是我是有创意的老师，没问题，借你尺。所以他就画了一个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那个怎么看？他在想什么？怎么看？来，有谁来？有创意的提出来。我们刚才已经做了第一堂创意课，而且之前几十届的都没有做过，你们是第一次有做过的。啊？没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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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啊，这个啊。这个啊，我来讲啊，哦，不削不削，它就原来那一颗，但是差不多意思，你已经抓到意思了，它就滚动嘛，凤梨皮啊，那得尬一尊对不？啊，它其实是根据这个，不是凤梨在尬，是这个时钟在尬，这个时钟把它拉平了，变成那样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让它滚动的时候，是不是一带龟疗的造出来？龟疗一尊，这几休几休的造一家嘛，对不？啊，这后辈的叠加嘛，对吧？啊，一阵我讲哦，这天才呢，这天才呢。啊，但是有些老师就跟我讲说，徐老师你想太多了，这学龄前啊，我就在那，我没有解读太多哦，它有很多暗示在里面哦。你看这是什么东西？掐嘛，啊掐点，车子会怎么样？轮胎会滚动嘛？啊，滚动的时候产生什么轨迹嘛？啊，是不是一样意思？它画一个车子有轮胎，下面又画一条线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同样意思嘛。如果这是轮胎的话，滚出来是不是那个？会看了吗？是不是很有创意？本来是三度空间的东西，加上时间变四度，再拉回一度，在不同的向度里面悠游自在，啊，这是天才。后来也证明，因为这个小子后来上了四大数学系，自由生保送到国外去念书。数学天才啊，空间的数学天才啊，他把数字跟空间做转换了。啊，这小时候就看到了，可是他有一段很痛苦的过去。为什么？他进了小学，进了小学，你再这样画，你看怎么办？对，有人笑出来，外公金灿，你看那上了老师不给你不及格，也只有60分呐。各位伟宏来，你搞伟个当呢？信不信？啊，这样子是什么教育？扼杀小孩子创造力的教育，黑起蛋的教育啦，罐头式教育，只有在他的 criteria 就是选择性的项目里面，特定的执行方式，才叫做好学生，才叫做对的孩子。什么样的学生？考试在考什么？考记忆，跟考什么？把很快速的把你记进去的东西背出来，对不对？联考不就这样子吗？是不是嘛？但我给你思想，没啊，不需要你思想嘛。
他教你各种各样的记忆方式嘛，他最快的时间背出来嘛，他不会背的人就在他的这个范围里面以外的都不是人才啊，都是庸才啊，要不然是蠢才啊，是不是？小孩子很多种啊，啊，结果丽娜举个小学，果然没错，他后来再拿给我的画就像凤梨啊，像制式化的凤梨都造出来啊，哦，画一回就行了呀。这就让你告诉啊，这是我们的教育哎，不会有问题吗？当然有问题啊，因为哈、哦、这样的知识化教育的小孩子就是考上什么建中北一女嘛，他、啊、就考上什么台大嘛，他、啊、过来公务员嘛，啊公务员呢过来官令嘛，不就这样子吗？高考不高及格啊，弄一贯的嘛，一贯的胸高不威嘛，啊少数例外我不讲了，我想说大部分通过这个测验。我们都知道嘛，测验是筛选的过程嘛，是不是？考试是不是要筛选人？筛胎啦，给啊胎币赶快的，胎我被矮狼嘛。我比如说我考数学，啊你过几分了，再是数学好，啊数学好的几百家做会计啊，去做数学系，对吧？啊你数学零分的，啊都可以做八行嘛，对吧？要不然我就考不同的东西，就在分类、在筛选的过程嘛，这就是考试嘛。啊，如果你的考试的制度筛选的东西有问题的时候，你筛出来什么？就不是真的厉害的人哦，你筛出你只有你要的人嘛，都是大概稀板板滴滴的，安尼要背要 copy 物件。所以真侪台湾囡仔吼，迄阵杀出国了吼，本来在台湾都未啥也要读册啊，奇怪，到美国那每一个都很厉害，很多个哦。为什么？叠加来的也是蠢材啊，啊叠下去，啊控制这个教育系统，这是一个制度嘛，执行这个制度是最。有决定权什么？老师嘛，老师啊，老师都是冲这制度的人啊。啊，老师呢，机关逃大概难怪你的小孩子在他眼中看起来是到旁边去啊，他不会把你当人才处理啊。我跟你讲哈，小孩子的能力有很多种，有的人是靠视觉的，敢要快，他用看来看他的世界，来解读世界；有的人是靠听的，啊。靠听的人，你给看册，他念不下去啊，他就靠上课听老师讲，他一头巴啦。啊，你给去读册，动袂掉，那度孤度孤啊呢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度孤的人敢用讲伊嘛，袂晓啊。啊，有些小孩子喜欢跳舞啊，喜欢唱歌啊。啊，你说这些都不行，只有考试考数学、物理、化学才叫做天才，那怎么办？那些就变成蠢才嘛，所以就到烂的学校嘛，是不是？以前台北市很会画画什么？啊，不要讨这样，去复兴商工嘛。但现在复兴商工很有名嘛，因为台湾的产业界在改变中嘛，创意人才需要了嘛。啊，也要讨这反而不会创意啊，对吧？啊，现在反而复兴商工第一志愿了、啊。曾几何时，较早迄种不要讨这就走去遐嘛，去讨职业学校嘛，讨高工高职嘛，对不？哎，真的，我们生出来小孩子是有各种各样的才能哦，都是让恁这群人去变甲变安尼去哦。你既然自以为懂教育的人把我的小孩子分类分到那边去哦，啊，接下去他们就是坏的跟再坏的在一起嘛，啊，莫一干都羞怕嘛，啊，不是交男朋友要醒来，较早来啊，较早结婚，较早进入社会，较早假头了，都是安尼啊。那他本来很会跳舞的话就被埋没了，很会唱歌也被埋没了，啊，很会创意的被埋没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社会只需要一种人吗？其他人都不是人吗？看完嘞。不对嘛！啊，我哪是安尼？我这小孩子话，我今早就叫伊爸母送出去啊，伊不爱啊，不爱，所以只好输到数学系啊。那他会浪康紧这时间。他如果那时候早早上出去哦，搞不好金马龙西诺贝尔奖得主啊，已经跳啊，好可惜啊！冇紧啊，但他还是有才能，所以他还是会窜出来。好，再往下看。好啦，我对讲，老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嘛，对吧？啊，我得来供老师。啊，我自己也是老师。几年前哈，我先讲一个故事。我在美国东岸念书哈，我进去了一个不错的学校。然后那个学校它，因为我学的是建筑系里面的美术系，建筑系。啊，我们要做的东西就是把在学期结束的时候，把我的作品，我画的作品，一学期画的作品展览出来。那前面都是艺评家。那因为学校很有钱，就到处请长春藤学校就请很多有名的大师坐在你前面，
啊，批判你的作品，那你要护为为自己的辩护自己的作品。啊，学习在辩护的过程当中，突然有一个日本教授站起来，我一直要讲他的名字叫中里吉，他已经过世了哦，贵姓吉啊？哎呀，七十几岁，啊，伊是较早日本60年代经过学潮的人，迄阵伊伫塔马，日本的塔马那个中文怎么讲？我不讲哈，塔马大学当院长哦，啊，拿洛克菲勒奖学金到美国来当教授，很厉害的一个画家。那后来因为他死的也很悲壮，70几岁，他办了在东京办完一个个展以后，他回到他画室，纽约的画室，因为他画的画都很大，要爬楼梯，从楼梯上摔下来摔死。我说很酷哎，你能够在你的职业上死掉，那是很酷哦，干不起。军人在战场啊，画家在画布前面，音乐家在舞台上，啊，牧师在讲道台上面，都不错啦。我的概念是没有退休这件事哦，不要想退休哦。没有退休这件事，人活到哪里就能会做会行会，就尽量弄啊！我没有在考虑退休这件事情了。虽然我50几岁了，没有考虑退休。哎，真的50几岁，也没有人相信了。51半哦。好了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那个教授站起来，就指着我的话说：“你没有去过欧洲哦。”我听了解，我就皱了眉头，什么意思啊？而且当着大家面呢，那里面有其他研究生都坐在旁边呢。你没有去过欧洲？啊，我就想说，你拐力，你不针对我的话讲，在我讲我没有去欧洲什么意思？啊，当下我没有回应他，就回家就打电话给我妈讲，我说我妈就去了，讲啊，不，你这个暑假给我去欧洲，所以那个暑假我就回台湾。然后我就参加台湾的旅行团去欧洲，然后我也知道那时候很多是采购团，我就避开。我想哦，知道有一团刚好有那个退休老师全部一起去的，我想哎，这应该不错啊，退休老师少说也师大毕业啊，师专毕业啊，都受过教育的，高等教育，那应该去不错。所以我就对那一团人去，就去了欧洲。第一站在哪里？这里，就在这里。这里是哪里？有谁知道？梵蒂冈，对。欸，你长得很像贝聿铭欸。我刚才一直在看，我在想说，哦，一个大师在我前面要，修怪我行哦，他真的很像。你们待会有空来看一下，你们上网去看贝聿铭长得什么样，他长得像贝聿铭，惊我一下。因为我那时候也看到 不少大师级的，我刚好认识另外一个住在贝聿铭楼下的，我的老师陈白。然后我们第一站就在梵蒂冈，在罗马的梵蒂冈。梵蒂冈知道吗？哈，啊，对不对？是什么国家？它是一个国家，不是意大利，它不属于意大利哦，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国家，在意大利里面没有错。哎，梵蒂冈就叫梵蒂冈，对，没错。啊，它是统管所有天主教的。啊，你就住在意大利哦？哎呀，谢谢谢谢谢谢 ，Pentagon 啊，它是国中之国啦。啊，但是这个国齁，统治所有的天主教，红衣主教到那边开会啊，投票以后，欸，你在意大利哪一个城市？ Florence 来讲，就是 Florence， 我有 David 的那个像那个地方，有 David 的，哦，哇，我去过那边，很漂亮，连那个汽车的那个卡口，那门齁，就是很漂亮的木板去把它拼出来的，它有一个广场齁，有很多那个 statue 在那边。哇，好棒啊！哇，总算有人在这边可以证实我讲的话，太好了！从意大利来的，意大利多少久啊？啊，四十啦，你哦，哎，欸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好好，那我讲话我讲错，你要纠正我哈。OK， 这就是在梵蒂冈了哈。来下一张，太好了。啊，这个地方就那个广场哈，这个外面是 Bernini 建议的，本来之前是麦克，这个哈。起到120年，16世纪盖到17世纪，百几年的啊，迄阵吼，我跟你讲吼，没有钢骨结构啦，也没有阿摩托，也没有水泥啦，石头去贴起来，啊，靠那个力矩去顶啦，给拱起来的东西，石头。啊，顶管吼，这个人吼，你看这人正常人高嘛吼，走到这边的时候变多高，一点点啊，对吧？
一扇门就差不多五六层楼高了。啊，跟宾馆这个雕像哈，三个人管了，上面十二个使徒了，啊，一个雕像就差不多三个人管了。啊，下一张，现在我们从雕像这边往下看，哦，这个 view 都很好，我找这几张照片哈。哇，哦，整个全景。来，再看，我们再看一下意大利的各个地方。哦，这里面在一个像天坛一样的地方，他们教宗会坐在这个地方，那红衣主教会这边开会。你们上网 Google 一下，你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图片。啊，这像看起来很高哦，你看，这样嘞。啊，杜甲贡的雕塑果然是那个高度，你家己比看就知。啊，一个一个神龛 shrine 造。凹进去的，然后一个雕像放在里面，不同的圣徒放在这里面，哦啊，上面都是贴的金嘛，啊个镀金哈，那、哦啊、下一张，哦，各个角度去看，嗯，好，再下一张，你看地板哦，地板大理石，意大利的大理石是出名的哈、哦，啊，这十六世纪之际冲的地板是平，是平的，啊。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路，我们的台湾的路没有看到平的呢。那十六、十七世纪的大理石地板铺到平，我们家地板也铺大理石，那都上上下下呢，这是白呢。十六是一五多少年的时候，古巴尼景的人，意大利、欧洲让先进个机关挺多，咱现在落后到村了。来，再看下一张，咱那几个路平砖让做袂好，你看，你看。人诶，广场，你现在去大卖场，诶，楼那是平，大卖场嘛是安尼嘛，对吧？啊，塞下来楼顶管好像在什么，在坐船，哎，新的新的新的哦，刚刚那个地方只有到这里而已，你看这是再往上更高。用九头去贴呗，看到这哈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们应该正常人的反应就是说，哇，古巴尼吉的人已经做过安尼，啊，举起来你会觉得 awesome， 会干嘛？哦，好好伟大、哦，你会敬畏。产起敬畏的心，哦，把你的人的层次展出，机会就管嘞。看到上天的哦，他们意大利是天主教敬拜上帝，哦，伟大。后来有刚刚敬畏的心，谦卑下来，在造物主面前谦卑下来，被敬畏、被敬拜所在，都像你。啊，看到这款应该正常些呢。结果我后边这点老师来对有一个人补一个一句话出来，讲这也无啥，跟台湾比较同款，较大声尔。哦，这款话讲出来了，我鬼人是戆去呢。我、哦、诶，那有可能讲这款话呢？那讲会出嘴啦。你应该是觉得说好棒才对啊，那怎么讲相反的话呢？啊，我从听到当场我反应不过来，但是我沿路我都在想这些事情，是什么事情让这个老师讲这款话啦？果然没有错，这顶梁接下去的发生的事情也是让我非常的失望。接下去我去法国，就像 Orsay Museum 到美术馆。啊！结果我进了美术馆，一下子机顶梁都没去，我走对去，啊，我就继续看看了两个小时，有我到那个出口处，要有一个 coffee shop， 哎，印度中贼遐啦，啊，老师给他招呼我，讲，哎，徐老师来来来来，我怎样？林嘉碧啊，啊，你度假那陈下古也陈怎样？我讲看图啊，我讲，哎，啊，遐功夫要怎啊？这只林嘉碧，我讲图没？啊图啊，等于书店册店都哪买啊？啊，几本厚厚，啊，给我说明注释解释拢有啊。我讲，哎、欸，这是原版的呢。咱一顶刚开下这钱来，家是要看迄原版的图。啊，你这一家林咖啡怎样？我、哦、在台北也可以喝咖啡，也不会太差、啊。哎、啊，讲下港务被怎样？我跟你讲哦，他们真的对于真的东西，让他看到假的东西看太多了，用假的东西喂大的，看到这东西不知道怎么反应的。哎、欸，在座各位，你们听听看哦。有些男生喜欢是看上网看美女，对不对？真的美女出现，你不怕多？你不晓得什么？他是人吗？啊，你习惯看平面二度的东西呢？真实的人是活生生会呼吸的，会怕嘎青哎，会上厕所会臭的。真正的美女侠呢，是真的一个人呢，而且要看一辈子呢。你只能习惯看图片上的东西，就像这个老师嘛，看到真的 Picasso 或者什么谁的米开朗基罗的画的时候，我都很像真的东西，习惯看那个复制品了、啊。那台湾话呢？那你看复制品啊？我都看真的物件，哎，这样的人，那些宅男是跟现实社会是脱节呢，
脱节了 ，detachment 分开了。那台湾人嘛，长久以来被脱节，跟真实世界、跟真的世界上在做的事情脱节了。为什么？长久被关起来嘛，思想上关起来了嘛。好，静玲老师关起来了，老师也攻击外围，你觉得他会对我的孩子怎么样？老师看到这个，他糟蹋嘛。我一种那种的直觉就是说糟蹋。你敢让遐水的建筑物往一股给人糟蹋，对吧？糟蹋是什么？你本来是这么高位阶的东西，把它拉到这边来嘛。本来景观展出的门跟人类的艺术、美学各方面的顶尖的门件，你敢机关遐给？我们是讲台湾的庙无好哦，但是你敢迄款太多是讲坑啊 ，put down， 坑个景给啊？你认为他对你的孩子会怎么样？他会对这种东西糟蹋啊？你如果有才能的小孩子送给他，他会怎么样？赶快嘛，糟蹋嘛。不是吗？我们小孩子他不会，比如说我看到好的小孩子，有才能小孩，我是 admire， 就是呢，会喜欢这个小孩子，希望他成功嘛。得天才而教之，真的是一大乐事，人生一大乐事。我只惊讲我无够分量去教这个囡仔尔，那也讲爱给人 put down， 还是讲用教育用分数给人 put down？ 你记得细汉阵安那，考试无一百分开始爬。笑，我那个年代是这样子的，摸几八分开始跑，这是什么教育啊？99分打一次，现在小孩子都不知道了。我以前是真的是这样子打下来的，啊，打完了以后，父母进来跟谁斗下，斗下老师搞你那剩出一杯，因为一考98分，搞到剩两个出一杯，我那时候就很恨，这到底是什么？这世界如果真的这样的话，我尽量不想活嘞，真的很离谱嘞。这个大家的价值观到底有没有错乱啊？啊，我一个真单纯的小孩子长大过程度的阶段，真的很奇怪呢。啊，真的你会觉得很奇怪，因为人还是有一个，你看一生下有一个正确判断是非事情的标准嘛。啊，看到大人拢在生，赶快去透析，人也感觉就奇怪，你会觉得不平啊，很奇怪的感觉。啊，比较乖的点点的接受，默默的接受。啊，我们就刚看不乖的，不要到这，拒绝上课，拒绝联考，拒绝什么？我拒绝了台湾，我还不是进长春人，那喜欢哪？你懂我意思吗？台湾这一套能够退出去啊、哦？我先不讲这个哈，但是这个教育的背后就是什么？奴化教育嘛，他不把你当做随便讲，那你艺术课在铁皮松呀，教数学嘛，补英文嘛，他认为你是被殖民的人，为什么要学到这种高尚的东西？数学要懂得怎样？不需要啦，艺术你懂什么？帝王之学，我说要怎样子？英国的皇家课程里面少不掉艺术课呢，他不会把它拿掉的。艺术课很重要呢，音乐课、美学欣赏都是起码把人的素质往上提升很重要的东西呢。我们把它放低不重视的呢，倒过来呢，我们价值观为什么我们训练一群人去工厂去做工，赚取钱，还该抽水个推到的呢？先不讲那么多了哈，我讲的有点远了。那接下去，我回来，我先不讲，因为时间关，我会讲第二段哦啊。后来我们就是这一团的人，后来唯一让他们兴奋、高兴的，就是到红磨坊看上空无秀，那个老师都目不转睛，哇！也就是说，他也不是完全不欣赏美的东西啦，但是只是。选择性的嘛，只有一种特定的东西他欣赏啊，这款看无，啊，一款看无，他的品味，很有的品味哈。我不讲黑品味不好，也真的美嘛，都19岁的那个年轻少女真的很漂亮。啊，我回来以后我就回想一件事情，是什么问题造成？因为我是老师，我目的不是要指责这堆老师，而是说问题出在哪里，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？我就想到两个名词，一个叫什么 capacity， 一个叫什么解码器。Decoder 解码器，就是说这群老师看到这个东西无法都盖无解，而且别人看对他来讲是乱码，你知道乱码吗？就是你从国外买一些 DVD 觉得很便宜嘛，买到台湾来放到我们的那个录影机里面一看，哎呦怎么乱码？为什么码区不一样嘛？你需要一个解码器，一放进去以后就变成清楚的影像，对吧？清楚影像就可以看电视嘛，所以你要有解码器嘛。啊，对于既定老师看到这个门件，他的没有这个解码器嘛，因为他过去没有受过这个教育嘛，所以他只能用他的解码器去套他嘛。啊，套的时候就看出来就是乱七八糟嘛，而且也不晓得怎么办。这是解码器哦。那至于解完码清清楚楚了以后，怎么去看得懂清楚的影像，那是另外一个，那叫做 capacity， 那能耐。
去解读那个。我先讲解码器，解码器就像什么？我跟你讲话，我脑袋有个概念，我透过语言跟你讲话，你听了我的语言以后，还要经过解释的过程，进入脑袋变成概念，你才得到我要讲的意思，看不起。我如果讲日语，你唔明 ，OK， 你好过，明喏，啊，啥拢无，你得讲啥，对吧？对你来讲就是乱码嘛，就无从解起嘛，是不是？我要用对的语言跟你沟通才可以嘛。所以但是列语言很多的时候，你的语言很多的话，怎么样，都没问题嘛。你遇到什么我就解什么嘛，哦，就解码嘛，可以吧？哈，解码器 ，OK。那我先讲 capacity 好了，我看这个需要一段时间。capacity 就是你解码以后，有些东西 capacity 是跟什么？我懂得，如果假如说我懂得日语、英文、法语，什么语言都懂的时候，我的世界就比你只懂中文的世界大，同意吗？同意吗？真的，就大。你光是收到的资讯就不一样了。我上日文的网站，我看很多人的 information， 我看英文的网站一大堆。我到美国科学图书馆里面一进去 search 一大堆，我的资料就是比你大。我听到什么我都可以吸收进来啊。我每天所思考的东西，我不光是从中文思考、英文思考、台语思考。弄也塞啊，日语思考可以啊，我的思考方式是多样性啊，我所以就是可以跳来跳去啊，那这样我的世界就比你大嘛，合理吧？所以我们从终极医生，我们要尽量鼓励小孩子多种语言嘛，多几种语言，莫得惊啦。马来西亚人他们一次可以五六种语言，你知道，一起学嘞，没有说什么要学一科跳一科，怕影响其他科，没有啊，弄马也一样。我给新加坡、马来西亚文，他们都会很。台语啊，客语啊，对吧？你盖公下面我下面我也盖嘟嘟的，印度人也是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别在印度人面前欧贝乱恭维，你想讲我讲台语，伊咪跳舞啊？哦，你讲哦哦，像哦哦，你在哦哦，对，印度人讲的话，刚吓我一跳，真的、啊。你去 airport， 你试试看，你去那个海关，他就印度人啊，你用什么话讲，他就什么话回答你，可以，你下次试试看，新加坡的那个海关的地方。那语言不光是限于 verbal 或者是用讲话的语言，我们还有什么视觉语言嘛？视觉语言是什么？颜色、线条、质感，这些也是一种语言哦。哦，语言也包括什么吃的语言呢、啊？有音乐的语言呢、啊？音乐也是一种 language， 也是一种语汇哦。哦，我们增加语汇不光是增加我们会讲话语汇，我们增加各种语汇。所以穷极一生，但归系人哦，一旦我就是蒙惊了，我没料了。不要停止，你现在来这边也是听新的语言，干不起。你还真听到法理，卡在唔乜听给你头几盖听。我跟你讲，会刺激脑子，不会有老人痴呆症啊，没有这回事啊。每天都在用脑啊，你每天都在增加你自己的能耐，然后能耐越多的时候，你的吸收越快。然后你老我爸爸背着我回，一天到晚在上网，我在叫我爸爸要卖一下 TM， 因为什么？他会很多种语言，我爸爸会法语、英文什么，拢来啊，中来啊。所以85岁还是很 active， 每天都觉得很有意思。为什么很有意思？就刺激你有那个再活下去的欲望，希望活得更久，能够更能享受人生嘛？都像那样 ，capacity 增加你的 capacity。啊，音乐也不要只听一种，各种音乐、各国语言、各种音乐都听 ，country music 啊 ，rock and roll 啊 ，heavy metal 啊，全部都听嘛，去 enjoy 不同的世界。我跟你讲啊、哦，我讲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我先不要讲跟什么抽象概念那样你去追求，没有。很现实的，每一个人能够在世界上活多少年？顶多70岁、80岁，高早会100岁，好不？很多人努力的运动是为了多活，是吧？几个小时、几天、几年吗？啊，你要花在运动的时间多少？很多，赚回那点时间没有用。你如果不知道怎么用你的时间，白活了，对吧？所以，与其这样，还不如怎么样？倒过来想，比如说我去那一团欧洲之行，解囊十几万啊。对这一群老师来讲是什么？撩级嘛，对头，抱怨到尾嘛，家嘛袂使啊。下面这个意大利王伯叫我吃中餐啊，看到这多啊，这也无啥，那也无啥啊，零加币啊，你刷多爱开遐侪钱做这件代志。所以，我们从投资报酬率的角度来看，同样的单位时间开遐侪钱，谁获得最多？我啊。那团里面，我干嘛收获良多啊！我简直都没办法睡觉，晚上很兴奋，等着第二天再来。每天都有新的东西进来，那为什么我可以收获比他们多 ？Capacity 嘛，
所以我希望大家 increase， 我们现在终极我们剩下的生命哦，要做的事情增加我们的 capacity 能耐。哦，为什么要讲这个？你们没有改变你们的 capacity， 你没办法读解读台湾民政府这一头，能够来的就已经不干单了，我绝对相信了，能够来这边坐在这边听就已经 capacity 上面增加很多了，你们的概念你的思想 level 站出不敢快了。我刚才只是讲说语言多哦，那还属于 horizontal 的 expansion， 就是平面上的发展，还有展出上面的发展哦，不光是往就是 horizontal 就是什么水平面上发展，还没有像 vertical 的发展，上下的发展。啊，你展出要管的话，比如说我举个例子，但你讲到另外一部分，比较先进国家的人看比较落后国家的，比如说你在经济发展咱到这阵。啊，登去越南还是中国去看人诶做行李，你就懂得比他多嘛。你要做品牌，人家他也想说，我已经走品牌一阵子，你回去看就知道还有什么路要走嘛。这就是对事情同样一件事情发生，对于展出开管的人，他看到的都是机会；展出开给看的都不是机会，都是拦阻，对吧？啊，你如果层次高的人一看就清清楚楚，所以美国要看 global 的战略，看得清清楚楚。那、啊、你区域的国家就看不清楚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越是世界性的国家，他看事情，不管那些跨国企业拢嘛是安尼，人家行李做个跨国企业阵一看代志就是 strategy 嘛 ，global strategy 在做嘛，唔是你 local 的代志嘛。我阿只兼这给贵省，那兼贵省唔是安尼啦。哦，所以这个我就讲的就是属于这个 level 上面提升。好、哦，那我先讲的，继续往下看。啊，再往里面看，它里面的 interior， 它就一个 shrine， 其中一个很漂亮的 shrine， 看进去，你看，满满都是雕，各种雕像。再往下走，这是 Sistine Chapel， 哦，在里面 Michelangelo 画的，他花了几十年坐顶馆，安尼每天这样子，哎、欸，这个头会痛哎、欸，每天这样画。他上面把创世纪到启示录的故事都画在上面，听说啊。米开朗基画到下来的时候，那白亚龙两枚卡带啊，他叫他徒弟用那个刀啊，给拆开。下一张，你看，哦，到最后耶稣升天，然后上面从创世纪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什么，上帝要指着亚当的那个手，然后把电电传过去，那个就在中间这一幅啊。那其他耶稣十二门徒，那新约的几个故事啊，旧约的故事、啊。你看人解狼为啊，该人土底下为，他要考虑很多哎、欸，考虑这个房子的场景哎、欸，考虑圣经故事要选哪几个呢、欸？考虑他要怎么呈现整个故事，颜色内容协调哎，考虑很多呢、欸。他不光是厉害在，他还厉害在雕塑上面。待会我们看他雕塑下一张，哦，稍微放大给你们看一下，好，再下一张 ，OK。对嘛，米开朗基罗作品，他叫 Pietas， 哦，他是耶稣钉十字架被接下来以后，玛利亚把他抱在手中。哦，柯林，我们现在还没办法解读这个入门哦，但是我还是照讲了，没差。起码民政府看人啊，尽量该混人。这是耶稣啦哈、哦，这玛利亚，你也不知道我一个一个讲哈、哦。那他是一个大理石雕出来。哎、欸，做过雕塑的人，你们知道一件事吗？雕塑没在供掉，对吧？是不是嘛？你一敲下去可以粘回去吗？没有人看到雕塑够够，哎、欸，就等于啊，接不到等于无啦，一直没有那种这么厉害的胶水，所以厉害就厉害，这大理石一颗而已哦，对了，这那个吐出来，就像敲到这样的，那不会看的我教你怎么看哦。会雕塑的人、哦、雕肉要像肉，布料要像布料，你不要肉像布料，布料像肉，哎，了解不？听得懂吗？你雕什么要像什么？雕手，女生的手要像女生的手，男生要像男生，这个就很难哦。我跟你讲，你们画画的人就知道，你画男生不像男生，画女生不像女生啊，画狗像猫啊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不会啊，你看看布料 drapery， 而且。画活人要像活人，画死人要像死人。这时候耶稣死掉，他不应该有活人的动作或活人的皮肤的感觉，那就厉害啊，对吧？就要会看啊，啊，我们
过去台湾是制造业出来啊，所以不要看这款物件，看一看哦，这材料就偌济啊，足贵的哦。不是看艺术品的问句嘛？那导游也讲哦，这个花多少人力、多少时间才刻出来的？这跟工时跟那个也没有关系吧？我们看艺术品不是在看这个，我在研究的。我现在是教你们怎么欣赏一个艺术品。但我这个需要一个解码器，我会给你们一个解码器，我会不断给你们不同的解码器 ，in order to， 为了要看懂这幅画。为了看懂这幅画，我们要首先要知道什么？基督教。你不知道基督教怎么看这故事啊？哦，阿姐杂波，阿姐杂波，阿姐闹，阿姐戏也接歪，这是什么事情？死了儿子的妈妈吗？是啊，可是你不知道基督教背后的故事，你不晓得它的伟大，为什么它会成为世界的名很重要的艺术遗产之一？我们先来知道基督教，我去简单的讲基督教是什么。在座有知道基督教请举手。好，有一些好，不知道请举手。我针对不知道的讲，好，我简单的跟你们讲，台湾人大部分都不知道基督教是什么。简单的说几个步啦，基督教不是劝人行善，主要的，听不下去啊，我以为宗教都是劝人行善啊。想到徐老师攻击的，抱歉啊，我是从艺术史、艺术家的角度，我来讲一个宗教的解码器。我的艺术教育是在美国受的哈，我们都有基本上这些基本的教育哈，宗教啊这方面都清清楚楚。我在我都可以谈啊，不然几世纪来的艺术品都没看，那还念艺术系做什么？所以你要先有这个基督教的概念。我简单的用五分钟把基督教概念讲完好了。首先，它不是劝人行善。难道以为基督教是劝人行善？错了，错了。有的人以为基督教是一种精神寄托，也不是精神寄托。我就说，偏偏就不是精神寄托。第三个，劝你加入一个宗教，基督教也不是劝你加入一个宗教，共不是。那想说基督教在做什么？我简单一个字啊，我的结论叫救人没戏了，救人不死。他下一句你就要合逻辑的问下一句说。死是什么嘛？你先跟我讲死是什么。我看基督教也有坟场，怎么救人没戏？有没有看到基督教有坟场？那表示基督徒会死嘛？什么叫救了你不死？那你要先看定义是什么嘛？我先讲完定义，你再跟我讲我有没有讲错嘛？所以死的定义在原文的意思叫做 separation， 东西分开，分开 separation 就是什么跟什么分开，灵魂跟肉体分开不就死了吗？是不是灵魂跟肉体分开是不是死 separation 嘛？那另外一个什么？上帝跟人分开也是死，那一个叫什么？肉体灵魂的死，一个叫做精神的死嘛。对不对？你跟上帝分开，那这些基督教讲的救人不死，这两个都要解决哦，让你的灵魂又回到肉体哦，让你又跟上帝恢复来往。像基督徒说，他尸体火化烧掉怎么办？上帝是创造者，他再造一个身体给你回去有什么问题？没有问题嘛。但是他你可以先经历的就是跟人跟上帝恢复来往。你说，即使你今天活着，但是离开上帝没有关系的时候，在上帝眼中看来你是死人。你跟他谈 gay 奈啊，没有关系啊。所以基督在讲，就是让你不死，就是你马上跟神可以恢复了。那下一个问题，合理的问题，你要问说啊，为什么人会死？对不对？你说救我是不死没有错啊，上帝造人是为了让人死的吗？偏偏又不是，救人不死，上帝造人本来没有让你死啊，那是人为什么会死？那问下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圣经上的定义上帝是圣洁的。你知道犯罪的时候，上帝会对这个犯罪的事情做一个惩罚，惩罚就是让你跟他分开，挂亏啊 ，separation， 人跟上帝分开。你跟创造生命的上帝分开的时候，你就是面临死亡嘛，永远跟创造生命的主宰分开嘛。这样可以了解吗？那。这个东西就讲了一个概念叫做罪 sin， 罪跟我们讲的 crime 不一样。 crime 是人间狼定义工，你看开车超过45公里，现在是50公里速限，你靠住75你就被罚，你犯罪，对不对？犯罪有很多种，一种是民事，一种刑事，不同罪，那是人定出来的。那基本上讲的 sin 是从神给你的定义，原文的意思叫什么？射箭没有射中靶心，死不中地，下箭没想到那个心呢。就你说你要这样子，你不这样走，差一点点的东西罪，只要差一点点，罪有很多个层次来讲，我随便讲。罪没有所谓的我曾经犯罪，我现在不犯罪就没有罪，
你只要这辈子犯过一次，就是有犯罪，在神的眼中里面。我们讲的基督教这神哦，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，而且在时间以上的上帝，他不是在时间以下的受造之物。我讲得很深哦，您回去再慢慢听，我讲得很快。那所以在这上帝的眼中看来，你只要犯过一次，就是有犯罪，就是要跟他离开了。因为上帝有一个本性叫圣洁 ，Holy，Holy 是不能跟污秽、肮脏任何的 close。他对于肮脏的东西做一个处分，就是分开，分开就是死亡。OK， 那就是死不重地哦。那罪还有其他定义哦，比如说罪不是说表面上发生才是哦，从心里面。所以耶稣讲过什么？你心里恨人就是杀人了。就是起心动念啊，欸，如果按照这个规定来讲，是怎样的嘛，你并没有比希特勒较好哦。欸，怎么说？因为你没有希特勒的 power 嘛，你没有希特勒那种权力嘛。希特勒只要画一句话，画罪也简单，一顶筷子手上等着帮他执行事情，他哪有需要自己去抬？没人啊，他说啊，那犹太人看起来不太喜欢，处理掉，啊，就一堆人在帮他处理做这种事。啊，今天把同样权力给你的时候，难保你杀的人不会比他更少。这样说好不好？较贵气，就是说，人的起心动念是你犯罪的源头。那时候因为犹太那个法利赛人很喜欢遵守法律律法上的规条，说我不做这个，我不做。耶稣说不是啊，你心里面恨人就杀人，你心里面看见妇女就动了一念，你就已经犯了奸淫。那是这些标准，全世界人都犯了罪，所以全世界人都该死嘛。哦。是不是？我如果按照这个定义来讲，大家都该死。啊，死了以后怎么样？我要讲另外一个故事。今天有一个法官坐在那边，然后犯人就送来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人犯了什么罪？那法官按照他的本性，就说：哦，你犯了什么罪？我该罚你什么，就是罚什么嘛，对吧？哦，这个人抢劫啊，十年徒刑；那个人杀人啊，死刑。但是今天来了一个犯人，这个法官判不下去，为什么？他儿子啊，他自己儿子啊。为什么跟他有关系啊？他创造他，他儿子啊，是不是？他把他生出来嘛？啊，他犯了罪，他又不舍得，又不甘啊。可是他不甘不判，他又怎么样？违反他法官公正的身份嘛？法官就是要无私嘛，把就看不给他判嘛？这两个就是很大的矛盾哦，又要判又判不下去，那时候怎么办？哦，最后法官自己下来。我替他付上，有没有其他人？如果要赎出去的话，需要付赎金的，不能是另外一个犯人，一定要是外面没有罪的人。啊，全世界人都该死，都犯了罪，那谁呢？就上帝自己来嘛。所以为什么有耶稣？就是说，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为了拯救世人。所以耶稣来就是要死的。基督教的核心不是圣诞节啦，是耶稣复活节。复活证明什么？他是神，不是人。他如果是人的话，那我主给替所有世界人付代价，因为他是神嘛，以及行本心嘛，他是定罪的那个人嘛，同时也是设定有地狱、设定有天堂的上帝嘛，也是创造宇宙万物，也是创造天使，也是创造魔鬼的上帝嘛，他可以来决定游戏规则，他说的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他自己来到世界上替世人付上代价，啊，所以人因为相信他的时候得救，都是功德罪，好啊。我讲到这边，回到这个故事，现在就有解码器了。玛利亚抱着他在干嘛？玛利亚很 confused 欸，因为他那时候生耶稣的时候，天使跟他讲说：“你生来就是弥赛亚，就是未来就是来替人类受死的那个人。”啊，今天真的死了欸。可是，在他眼中，他是上帝啊，怎么会死呢？他是他儿子，所以他情绪其实蛮复杂。一方面也是他生的嘛，又是他孩子，又是他的神。然后他明明一直期盼这个是弥赛亚是来拯救所有以色列百姓，居然死在我的手上。那时候耶稣还没复活，是过两天之后才复活。那时候他就高兴就无法形容。但是在这个状态的时候是最惨的时候，因为他的信仰也崩溃了，他对孩子的爱也没有，对不对？伊纳西亚，对吧？所以很多的复杂情绪在这个里面发生。那我请问你，你如果是艺术家，你要怎么去刻这个东西啊？难啊，我跟你讲难啊。你一方面神学上面要知道很清楚这故事是什么，还要对的表情。哎，戏如果不会演的人，表错情，那个戏看不下去，对不对？明明你应该哭，你在那边给笑，哎，这个看不下，这种戏不要看，那个一定会被导演踢掉。哎，米开朗基罗要做同样的事情，我要找对角色哦，找对表情哦，还刻得刚刚好哦。
是不是？这就难了嘛。你艺术品不是光说我的皮肤像皮肤 ，drapery 像 drapery， 我跟你讲，连表情都要对，那就是难，难就难在那边。那天 NHK 我说好，台湾的电视只要我告追准的钱呢，我没有这种节目哎。我那天看 NHK 就是一个专题，有一个艺术家到米开朗基罗，就这个雕像前面，这差不多是上个月的事情。我跟你讲啊，你给凯奇瓦洗干净 NHK 啦，不要那节目一大堆广告插干哦。他就那个艺术家在这前面就哭了，一直哭。虽然他不是基督教徒了，但是一个日本的雕塑家，刚才看到那弟弟号，有一段距离在那远远的看。然后我晚上回到旅馆自己去刻，他说已经得到很多灵感了，他自己继续刻。一个很有名的雕塑家，日本人也做这个代志，表示什么？他看得见这个东西的价值，咱看无，台湾人看无，讲这也无啥。看有的人才知影美甲，才知影厉害啦。我们需要的就是台湾人，我就用解码器，有这种能耐去看这种东西，看艺术品。我希望台湾人都拉起来了。Michael Gage 小红也告有 put down， 把坑给他给了。台湾本来写当英雄者呢，拜托哎，各位都还没来进行，那我们还没战败之前，台湾是有万国博览会的呢。你能弄到万国博览在台湾举行，表示他这边的建设各方面的水准已经告诫堪赞了呢，足以拿下来给全世界的人看的呢。那曾几何时台湾必然呢？这个 Pietas， 大家要不要休息几分钟？五分钟，我发觉这堂课时间有点久，我们短短的五分钟，不要走太远，我会继续下来，还有下半节也是很精彩。OK， 先休息五分钟。各位好，玩家 Kitty， 今日下课休困五分钟。